礼仪礼成，致敬中国千年酿酒文化。本节目由华润雪花文化传承系列产品礼独家冠名播出。民间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，文天祥出生的当天晚上，他的祖父梦见了一个孩子乘着一朵紫色的云，从层层的彩云间缓缓而降。祖父醒了过后，正是孙子咕咕坠地的时候，祖父于是为他起名为云孙，字天祥。文天祥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主人公。官复都督尤为正，我们宋词一共讲了五个人了，这讲第六个人，讲一下文天祥。严格意义上讲，文天祥呢词写的并不多，他不能算一个词人，应该算一个诗人。但我们为什么要讲文天祥呢？是因为文天祥是我们的民族英雄。宋理宗保佑四年啊，即公元1256年啊，文天祥呢时年21岁，这一年在景点庭试答对策论的时候呢，文天祥以法天不息为题议论策对，文天祥洋洋万年一气完成。宋理宗阅后卷子啊，亲自选拔他为第一。主考官呢叫王荫林啊，王荫林上奏皇上说呢，试卷以古为鉴，忠心肝胆如铁石，国家能有这等人才呢，真是可喜可贺。这一年，文天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之一啊，并改字为宋瑞。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史上呢，一共出了有600多位状元啊，平均啊大概2年有一位。21岁即中状元呢，是非常难得的，在没有人生历练的年纪，要想在这个试策中拔得头筹啊，眼界心胸必须居人之上。尤其是对大政方略的理解，以及对治国平天下的认知，这些内容呢，真的是构成一个人的人生格局。历史也确实得以证明啊，文天祥以慷慨赴死殉国，彰显民族气节，山崩地裂，坚持操守。威逼利诱，不改初衷，他被后世誉为呢状元中的状元。一个人呢获此殊荣啊，一生就足矣了。文天祥是吉州庐陵人，就是今天的江西吉安人啊。说起来呢，他跟欧阳修呢算是老乡。欧阳修在《醉翁亭记》中呢有这样的话嘛，太守为谁，庐陵欧阳修也。还有啊，杨万里啊，最有名的句式呢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还有周必大，都是庐陵老乡，英雄辈出。这种文化氛围对人的早期教育的影响就很大，文天祥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。他幼时在乡学中呢，看到学宫中呢祭祀的欧阳修等人的画像呢，就发誓说呢，如果我不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，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传说啊，文天祥出生的当天晚上，他的祖父梦见了一个孩子
乘着一朵紫色的云，从层层的彩云间缓缓而降。祖父醒了以后呢，正是这孙子啊咕咕坠地的时候，祖父于是给他起名叫云孙，字天祥。文天祥的先辈呢是乡绅啊，在乡里呢非常有名望。他父亲叫文仪，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，而且视书如命，便亲自教授孩子们读书。因为他酷爱竹子啊，孩子们便拥有了一处幽静的名曰竹居的书房。文仪呢育有四男三女啊，文天祥是老大，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。文天祥在18岁的时候呢，就家人就鼓励他啊，说你都学得这样了，赶紧去参加乡试。结果他一试即中。20岁的时候呢，父亲的文仪呢将毕生所学呢倾囊相授啊，然后呢建议文天祥到吉州去深造。为什么到吉州去呢？因为那里有江万里创办的学府白鹿洲书院。江万里是南宋的丞相啊，殉国的民族英雄，也是个政治家、教育家。这个人呢非常的牛。他从政呢45年，提拔后进，他独创了白鹿洲书院、宗廉书院、道源书院等三所学府，为国家培养出文天祥、刘承翁啊、邓光等17位状元，2700位进士。德佑元年，即公元1275年，江万里在鄱阳啊投止水自尽，以身殉国，终年77岁。这当时在南宋这个朝野震惊啊。开庆初年啊，也就是公元1259年啊，元军攻打南宋。宦官里啊，有一个人叫董宋臣，建议呢，宋理宗呢，就是咱迁都啊，咱们不在这儿待了啊，咱南宋不迁过一回吗？咱再迁一回，再找地儿去。这明知这招是昏招啊，就这个也没人敢说话啊，那只有文天祥一个人上书皇上，请求斩杀董宋臣以统一人心。结果宋理宗呢优柔寡断，他不太敢采纳文天祥的这个建议。那文天祥说，那我就告辞了，我就请辞回乡。在文天祥为官的日子里啊，凡奸臣佞臣都会遭到文天祥毫不留情的阻击啊。咸淳9年1273年啊，文天祥在湖南呢拜见了就曾为宰相的啊江万里。江万里这时候已经75岁了，这时候离这个南宋亡呢就没几年了。江万里平时对文天祥的志向呢就倍感惊奇啊，在国家大势已去之时呢，师徒二人见面心中有无限的悲哀啊。江万里表达了对国家的一个担忧，而文天祥面对师长的谆谆教诲，涕泪交垂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做一个为国家为民族至死不辞的人。文天祥啊相貌堂堂啊，这宋史中呢这个有记载，宋史文天祥传记载他呢，说他体貌丰伟，美肌如玉，秀眉而长目，顾盼哗然，就说他身体的形貌比较大啊，人高个，皮肤呢美肌如玉，秀眉而长目啊，过去古人认为眼睛长啊都这个漂亮，顾盼哗然是一个动态的描述。我们一般史书上很少用这么多的文字去描写一个人的容貌，可见呢文天祥的相貌确实出众。咸淳10年啊，这个也就是1274年，文天祥呢出任呢赣州知州。次年呢，长江上游呢告急了，朝廷诏令天下兵马勤王，结果文天祥就应召，自己身边的各路豪杰呢响应就过万啊。有人劝文天祥说啊，说这些乌合之众赴京入卫啊，如同以卵击石啊。文天祥说，这我知道啊，但国家抚养臣民300年，现在危急，征召天下无人应声，那我只好不辞量力啊，我以身殉国，
希望以此唤起民众。这要是一个普通的人说这话啊，也就罢了，但文天祥家境丰厚，衣食无忧，平日高朋满座，此时他却变卖了家产，遣散了家奴，筹集军费为国分忧。直至德佑二年1276年的正月，文天祥任临安知府，同月呢宋朝就投降了，朝廷大臣以及右帝呢撤的撤，逃的逃，留下文天祥呢为枢密使与元军和谈。后来的日子里，文天祥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且战且退，几次躲过了杀身之祸，但景延二年，也就是1277年年底，在朝阳，就是今天的广东朝阳，文天祥被元军大将张弘范捕获，欲自杀未果，但他所有的僚属自杀、战死、处决，无一生还，就剩他一人。文天祥呢被张弘范押解至朝阳，张弘范呢以宾客礼节接待啊，不是那个我们想象的五花大绑，不是啊，同他一起呢入了崖山，要文天祥写信呢招降张世杰。文天祥说呢，吾不能撼父母，乃叫人盼父母可乎？他说我不能保卫我自己的父母，教别人去叛变父母，你觉得这事儿可能吗？随后将所书的七言律诗过零丁梁就扔给了张弘范。这首诗是文天祥被俘后写的，辛苦遭逢起义经，干戈寥落四周星，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，惶恐滩头说惶恐，伶仃洋里叹伶仃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这诗开篇起句的调子定得深沉阴郁，由自己的身世说起，非常的诚恳。他说辛苦遭逢起义经，干戈寥落四周星。此时文天祥42岁，离中状元过去了20多年了，读经书读成状元之辛苦只有读书人自己知道。读书辛苦啊，为官也辛苦，所以起句一语双关，起义经，起是由于的意思，义经就是经书，干戈，干是防具，戈是武器，统称为兵器，就代指战争了。寥落呢，这里指的就是冷落啊，就说战争停止了。如此辛苦的遭遇就是从读书开始的，这会儿战争停止了，环顾四周只能看见天边挂着的星星。首联画面呈现的是静态感，有一种静止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呢，它是在一个动态中忽然静下来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你要慢慢的去体会。紧接着的颔联啊，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，这山河非山河指的是国家社稷，身世指的是作者自己。杜甫有诗句吗？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李煜的词句40年来家园3000里地山河。李商隐的诗句欲问孤鸿向何处，不知身世自悠悠。辛弃疾的词句身世酒杯中，万事皆空。颔联是一种主观感受，山河破碎之后满目苍夷，到处都飘着破碎的残絮，自己半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，感觉与水中的浮萍没什么区别。诗的上阙基调灰暗，画面感极强，由静转动，将国家败亡的场景和个人内心的失落感融化为一体，唇齿相依。下阙颈联就写得巧妙，他利用了两个地名，惶恐滩头说惶恐，伶仃洋里叹伶仃。
黄孔滩就是赣江中的险滩，位于今天江西万安县。景延二年啊，文天祥兵败江西，妻子儿女被俘，文天祥经黄孔滩撤到福建。伶仃洋啊，这个伶仃呢和孤苦伶仃是一个字，伶仃洋在广东珠江口外。景延三年，文天祥率军呢与元军在广东五坡岭交战被俘。秋船啊，就是关押文天祥的这船呢，经过了伶仃洋。文天祥运用了两处具有纪念意义的地点，写下了内心的强烈的感受。因文天祥是一文官嘛，他没有什么打仗经验，率队打仗就是以卵击石，全凭着民族气节，所以他说出了内心的惶恐。江西一役，文天祥逃脱啊，至广东再次交战被俘，此时亲人就剩下他一个人了，妻女都被俘了，老母及儿子染病故去，孤苦伶仃之感呢就涌上了心头，所以文天祥说伶仃。竟然写出了文天祥的内心的无奈，但没有惧怕退缩，也没有埋怨后悔，而是借势发力为伟联铺垫。伟联为千古名句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以最平白的语言，最简单的表达，说出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然后表达自己视死如归的决心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汗青啊，我们过去古人是在竹简上写字的，它需要呢先烤去竹子上的水分，在此过程中呢，青竹子呢就会出汗啊，就出水，所以称之为汗青。文天祥的《过伶仃洋》是他诗词中最著名的一首了。这首诗写作时机极为特殊，作为阶下囚的文天祥有这样的勇气及才华，且赋诗一首，表明他意志坚强，信念明确，上阙把国家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，起句国家，对句个人，让人知道国家之运势与个人之命运的关系。下阙信手拈来的绝对啊，既精巧又耐人寻味，对仗工整，语出自然，在反思中流淌着一腔热血。结尾一联，如黄钟大吕，声震天地，远谋古今。文天祥被俘到汶盏呢，有四年时间。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诗词。文天祥是从广东一路押赴到北京的，路过江西的时候呢，他就要绝食啊，就想魂归故里，但过了江西地界呢，他又开始进食，因为他没有死掉，但他意志未变。一位年轻时的状元啊，家境富裕，家庭幸福的文官，他本可以冷眼去看世界，也可以归隐山林，啊，独善其身嘛。但他非要热血洒江山，在押解大都啊，就是今天的北京，在押解大都的途中，好友邓衍呢因病金陵，也就是南京时留官就医。那文天祥呢就在这儿呢，就跟他要分手，继续北上。二人分手时呢，邓衍写了一首《泪江月·意中言别》，送给了文天祥。文天祥随作了这首词呢，回答好友，二人心领神会的都不苏轼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的原韵。乾坤能打，算蛟龙原不是池中物。苏轼的原词呢，是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风雨劳愁无住处，那更寒穷四壁。横槊题诗，登楼作赋，万事空中雪。江流如此，方来还有英杰。堪笑一夜飘零，重来淮水，
正凉风新发，镜里朱颜都变尽，只有丹心难灭。去去龙煞，江山回首，一线青如发。故人应念，杜鹃枝上残月。文天祥开篇即放言啊，乾坤能打，算蛟龙原不是池中物。乾坤指天地，蛟龙呢是龙族的神兽。天地本来广阔，我们都是蛟龙，那蛟龙上天入地，原本就不能在池中生活。风雨劳愁无住处，那更寒穷四壁。在这凄风苦雨的牢笼日子里，愁肠百结，还要听寒虫四处鸣叫。本来我们应该是什么呢？横槊题诗，登楼作赋，万事空中雪。横槊题诗是说的曹操能文能武，登楼作赋，点出登楼赋。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生逢乱世，怀才不遇，作登楼赋，以倾诉建功立业之心。文天祥引用两点呢，表达了文官操武的一个决心。余下的一切都是空中之雪，看似纷纷扬扬，实际上落地即化。上片最后两句写的语重心长，江流如此，方来还有应节。自古江水就是向东流去的，不可逆转的，我们老了一定会有人接班，江山代有人才出。那下片呢，就回到了个现实。堪笑一夜飘零，重来淮水，正凉风新发。堪，能够，足以啊。忽然笑自己如同一片树叶啊，飘零如此，再次来到了秦淮河畔，好像听见了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靡靡之音。天气又赶上了凉风习习，镜里朱颜都变尽，只有丹心难灭。一夜之间我们都变老了，但那颗红心始终未变。去去龙沙，江山回首，一线青如发。龙沙，北方的沙漠啊，出自后汉书班超传赞，坦布葱雪，咫尺龙沙。葱雪就是葱岭，雪就是帕米尔高原，葱岭就是帕米尔高原与昆仑山相邻啊。此处指呢昆仑山的雪。一线青如发，借苏轼的语啊，青山一发是中原。我要去北方大漠了，回过头再看看故国，青山又润，如同秀发。在最后结尾处，作者做了比喻。故人应念，杜鹃枝上残月。杜鹃，杜鹃鸟，杜鹃啼血，声音哀怨。又有望帝化为杜鹃的传说，文学的意象呢，情思深沉，哀怨悲鸣。白居易就有诗说嘛，其间旦暮闻何物，杜鹃啼血，猿哀鸣。李商隐有诗嘛，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高柱有诗啊，指挥飞作白蝴蝶，泪血染成红杜鹃。陈仁杰有词说，慰问杜鹃，抵死催归，汝胡不归。文天祥借用杜鹃是在表达必死的信念，如果你们将来怀念我，就听听杜鹃啼血，看看枝头上的残月吧。此时此刻，文天祥被俘四个月有余了，行程也过了大半了，文天祥没有任何悲怨，以一颗平时坚实的内心写作，冷静不失豪情，平和还有真诚。所有的平平静静的表达着，都显示了他一颗忠心，显示了他一身正气，显示了一腔热血，显示了一个崇高的道义。所以难怪王国维评价他说啊，
文山词就是文天祥的这首词，风骨甚高，亦有境界。中国人啊，中国自儒家学说成为正统之后呢，文人就讲究风骨，官员呢强调气节，文人官员呢就二者兼顾了。人的品格与性格构成了一个人的风骨。文天祥本可以躲在家里安然度日啊，但他非要以卵击石为国捐躯。他不幸被俘后，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，坚守初心视为气节。没有事由你看不出一个人的气节。文天祥被俘四年，元朝的统治者一直想办法让文天祥投降，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劝降，逼降、诱降，参与人之多，手段之复杂，威逼利诱，许诺条件之高，待遇之优厚，所有的这些都不能撼动文天祥做人的理念。直到至元十九年，即1283年12月初8日，忽必烈元世祖啊召文天祥入宫，亲自劝降。文天祥拱手作揖，不跪拜。忽必烈就说：“汝以侍宋侍我，即以汝为中书宰相。”这话说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能像啊对待宋朝那样对待我，那你就是我的中书宰相。那文天祥回话说：“天祥为宋状元宰相，宋王唯可死不可生，愿一死足矣。”忽必烈看劝降无效，就退了一步说：“汝不为宰相，可为枢密。”文天祥说：“一死之外，无可为者。”忽必烈的意思是说，你不想当文官也没关系，我给你个武官吧。那就从某种意义上讲呢，是对他更多一份信任。但文天祥依然不接这个话，最后没辙了，忽必烈无奈命其退下。忽必烈作为元朝的统治者，他怎么也搞不明白，一个相貌白净、身体修长、眉清目秀的这么个文人，为什么骨子里这么硬，心眼这么不灵活。于是他仰天发问，说：“我身边能有这么忠诚的人吗？”文天祥押解至大都啊，就是今天的北京呢，就关在了北京啊。现在东城有一个文天祥祠，就在辅修胡同里啊，离我当年的出版社很近，我都去看过。这是当年囚禁他的土牢，明清两代都是纪念他的祠堂。当年文天祥就是在这座土牢中写下的《正气歌》。正气歌很长啊，那我们随便说两句啊。他前面有个小序，他说：“余秋北庭坐一土，市广八尺深可四旬，丹飞低小，白间短窄，屋下而幽暗。”正气歌啊，这个其中有几句非常有名，比如“时穷节乃现，一一垂丹青。士气所磅礴，凛冽万古存。”正气歌的这个小序啊，写得感人至深。文天祥说，这土牢里呢有什么呢？有水气、土气、日气、火气、米气、人气、晦气等七气。可孟子说，吾善养，吾浩然之气。于是文天祥就说呢，彼气有七，吾气有一，以一敌七，吾何患也？我们要了解文天祥，正气歌不可不读。历史上有文才的世子不少，但有文才又有气节的就不多了。尤其持节不惧生死，坚守人生信念，不惧威逼利诱，古往今来唯文天祥为首。文天祥有一句诗可以为他自己作证：“臣心一片辞真实，不止南方不肯休。”
官府猫揭秘官府秀，我们这一集讲的是文天祥。文天祥小时候读书的地方就叫竹居，我们拿一件文物让你们看看。竹纹梅瓶，这是斗彩的，底下写着呢，大清雍正年制。这是雍正早期的斗彩梅瓶，造型上还受康熙的一些影响，写款的方式也像，玉璧底也像。那么竹子在中国文人心目中呢，代表的是气节，所以竹子在我们的文物中一旦出现，它就反映了文人的这种内在的表达。竹子是空心的，对吧？所以竹子虚心，竹子凝舌不弯，这是它的内在品质。那么引申到文化中，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气节。文天祥就是有这样气节的中国文人和中国官员的代表。我们刚才在节目里说了，他是状元中的状元，仅此一条，我想在中国历史上就已经是登峰造极了。讲完文物，我们再讲文创。这组文创我想现在很多人都了解了，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汝窑。今天烧汝窑的地方很多，但是大家比较认证的还是汝窑的原产地，就是河南的宝丰。汝窑在中国历史上啊，大名鼎鼎。我在讲百家讲坛时候讲过，汝窑为魁。但汝窑从科学的角度上讲呢，它烧结的温度不够高，所以它就不呈现那种极为光亮的状态。我们注意看，它的颜色是非常幽暗的，带着冰裂纹，而它的颜色雨过天青，云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。那它的颜色呢，确实跟雨过天青不太一样，它是一种文学的表达，它是一种内心的雨过天青。我们生活中除了刻意的追求，你是碰不到这种颜色的瓷器的。那我们今天如果有这样一个瓶子，插一枝花摆在你的案头，如果有这样一个莲或者说大香炉摆在佛前啊，插上香，你会有另一番感受。像这样的汝窑藏品全世界很罕见，只有故宫博物院和大英博物馆里有。我们可以看看啊，这是花箍，是一个纯摆设。这两件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有个用处，插插花啊，焚焚香。那这边呢就都是实用器了，温碗。我们今天碗肯定不是这状态啊，我们的碗都是圆乎乎的，没这种棱状，也没不是花口。这种碗在过去只是放热水的，把一个壶搁在里头呢加温。你今天也是这样，这个碗呢更多的强调的是它的美观赏性，你用它喝汤喝粥就有点风险，因为它的出口部分有高有低，很容易弄洒。那么其他的东西，你看像小盘有一点花口，宋代典型特征，这些器物宋代都有，唯独这个壶和这个杯宋代没有。这只是宋代有这种釉色而没有这种造型的壶。我们今天啊，如果你喜欢汝窑，这些都是手工的啊，都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如果你喜欢，你可以买回去应用，根据你自己的想要用它干什么去选择。你说我很雅，就想在书房里插一枝花，那这个玉壶春瓶就很好。你说我就想在佛前啊上供啊点香，如果你的佛像大呢，你就买这大炉子；佛像小的，你就买这个小炉子。那么你说我就想喝喝茶，那好，这一壶两杯正好适合你。我们的文创是基于我们的传统文化，汝窑在宋朝是为魁的，数第一的。在后来的一千年中，我们都对汝窑呢怀有着敬意。今天汝窑的技术恢复了啊，能够烧出来供大家生活中可以亲近它，可以拥有它。
我们拥有一件文物是非常难的事，但拥有一件文创是非常容易的事。如果你们想更多的了解或者买到它，就下载官府 APP， 或者在各大销售平台的官府博物馆的旗舰店中都可以找到它们。希望你们拥有它，拥有的愉快。酒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饮品之一。关于酒的发明呢，有皇帝说、夷狄说、杜康说、九星说、猿猴说等等等等。当然这些都是传说了。现在比较倾向的说法是先民们偶然发现的，比如坏掉的野果、谷物自然发酵，产生了一种诱人的味道和液体。人们注意到这个现象后呢，慢慢有意识地开始制作。就像火的发明和使用开始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。酿酒的原料呢，主要是粮食作物。在生产力不发达时，粮食是不够吃的，官方就不提倡酿酒。所以最初的酿酒一直是被管控的。秦汉三国啊，都曾经发过禁酒令，但屡禁不止。商代的达官贵人们有酒池肉林，周代更有祭酒文化。到了汉代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饮酒节日。魏晋时期呢，干脆酒禁大开，酿酒合法化，允许民间自由酿酒，私人自酿自饮，酒业市场也十分兴盛，并且开始了征收酒税，酒税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喝酒已经很方便了，白酒、红酒、黄酒、啤酒应有尽有，酒的品质也比过去好很多。如今中国酒的市场丰富多彩，在众多的品牌当中，我推荐华润雪花的这款礼仪。在传统当中不守旧，在创新当中不出格，既有古法配方，又有工艺创新，但切记不要贪杯，小酌怡情即可。你的热爱正在热播。